国庆来逛三里屯潮玩青年咖啡节。先来一杯咖啡。好喝推荐。吃饱喝足继续逛。抱住绿马啦，发现向海经典咖啡区，感受和北京咖啡不一样的味道。超赞的牌子，咖啡渣环保回收再利用，化成各种杯子，做你的环保新产品。现场好多可以试饮的店，还有各种可以淘的好东西。入手香氛，香香搭好喜欢。